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吃蛛网讲堂》。现在啊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很多人家里都有很多电器，但是这个电器的插头啊，有这么几样，其实我们还是把它拔掉比较好，不然的话就会非常浪费电哦。那具体是什么电器呢？想了解的朋友赶紧跟着视频一起看看吧。那么第一个电器就是这个电饭煲了。我们平时呢煮饭呢，一般都会用这个电饭煲，并且当我们的饭煮好了之后，这个电饭煲啊，它就会自动的像这样跳到保温功能。但其实呢，这个保温功能和煮饭功能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都需要消耗电量来进行运作。但其实呢，我们电饭煲在保温的时候，其实不需要插电也可以的。我们只需拿一个毛巾，然后把这个毛巾直接盖在这个锅盖上面，因为这个毛巾啊，它同样也能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用插电保温啦。那第二样东西就是家中的饮水机了。很多人出远门呢，都会把家里的这个饮水机啊给它关掉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就会选择关掉这个饮水机的开关，而这个饮水机的插头却不拔掉。其实呢，如果我们不拔掉这个插头的话，饮水机其实也会靠电的，并且呢，因为这个插头接通了电源，所以这个饮水机里面啊，其实也有电流的存在。那么这样长时间下去的话，其实对饮水机而言也是一种伤害呢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手机的充电线了。很多人给手机充电时都会懒得把这个充电的插头给它拔掉。其实这个插头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，插头里也是相当于接通电流的，这样的话也会消耗一定的电量，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插头啊给它拔掉。并且呢，如果这个插板不用的话，长时间通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这个插座里面不小心进水了，那么可能就有危险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啊，这个插座如果不用的话，也是需要把这个开关给它关掉的，插板的接头呢也是需要拔掉的。那第四样就是电视机了。很多人看完电视呢，都会把电视的显示屏的开关给它关掉，或者是用遥控器把电视关机。但其实呢，这样操作后，电视机它也是处于一个待机的状态，所以说为了不让电视机耗电，我们也需要把电视机的插头给它拔掉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吃蛛网讲堂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